人家说春天是想念的季节，那么秋天呢？当然是我迷恋欧巴的季节啊！你看，外面的凉风微微的吹在我身上，一个不小心就会勾起我内心的少女小确幸。欧巴，我来了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淑瑜，今天带大家来到了。说啊，今天有机会可以让我跟我韩剧中的欧巴有一个亲密的约会。大家也知道，我有两个儿子，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去上学了，照理说我应该要跟我的老公有更多的约会时光，可是我觉得只有白天根本就不够，毕竟夫妻相处就是要在夜晚的时候两个人手牵手，或者是来一个烛光晚餐，最重要不可少的就是可以窝在一起一起看电影，可是那些我现在通通都没有。算了，没关系，反正我的老公说今天要带我来去跟我的欧巴秘密约会，那我就来看看到底是什么。 Go！哇，这就是老公今天要给我的惊喜，小米的 Max 86型智慧显示器，这么大，这样追剧也太幸福了吧。我和老公的两人时光就要开始咯。小孩不在家的时候就应该要好好放松啊，看在家里我可以像这样靠在欧巴的肩膀上，搭配上小米 MAX 86型的超大萤幕，就算在家也可以拥有像在电影院一样的视觉感受。它不止萤幕大哦，它画质也超赞，可是配有120赫兹萤幕的更新率，颜色非常鲜艳，而且你听声音超立体的哦。老公，我们要来 PK 咯。好的 PK 一下哦，等一下看谁赢哦。好，趁小孩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夫妻之间最好的放松就是来打场电动，等一下越打感情应该是会越好吧，打不相识。用小米的 MAX 86智慧型显示器玩起来特别的有感觉。来来来，我欧巴的每一丝头发，每一根细毛，还有那性感的声音，每一口呼吸，好像欧巴就在我面前哦。欧巴，好寂寞。买电视还送立 TV 电视频道30天，有韩剧、新闻、卡通、运动，什么都有。这是让我老婆在我的眼皮底下偷偷谈恋爱的聪明选择哦。叔叔阿姨，只要购买电视，就有大幅修理哦，可以安心订购哦。谢谢老公带我来体验小米 MAX 86。现在使用折扣码购买新品，满8000折500哦，其他品项也有93折的优惠，而且没有门槛，可以叠加，不管是小米的官网或者是直营门市都可以使用哦。记得用我妈妈的折扣码哦。老公，快去买单，我想把它带回家。